亲爱的朋友们，元宵节快乐！今天呢，我要教大家来画灯笼。火红的灯笼点亮了浓浓的年味，而且给我们带来了红红火火的日子。那我们今天准备的材料有马克笔、纸张、色粉笔。如果没有色粉笔的朋友呢，可以使用水彩笔。最后，祝大家元宵节快乐！